在钢铁厂的二楼挺烦的。到右边看一下有没有。Hello， 还有一个在后面。这就是分板的用处，来了吧？左边有一个。哎呦，哇，这分板把我自己眼花搞得看不清了。嗯，好的好的。这边有台高进度的啊，开局有个人在修的。他会马的，因为这边睡板了，马是吧？把我图腾祝福了，但是我的图腾打了前三挂的节奏，够了。走地吧，这波不要被蛇，就直接走地。不知道有没有钢筋哦。白凡那个机子可能也会开，喊电击节奏这波。咬路乌鸦飞了，这边失效锁了。哎，哇，这个树，这个树让我有点裂开了。你妈的，这什么树啊？
这个你养点多啊，你养。我知道他在这附近的，他修机还炸了。当挂了，哥们儿。让他进白房了，我不该让他进白房的。他刚才这边摸机子，摸完之后松手了，能躲的位置其实不太多。哦，我踢了那个瘟疫，对吧 ？OK。哎，这一下没有甩过来，撞到那个脚上了。思路是对的，但是操作上面有点。哎呦，我知道他要往外扯，我还往左边打了一刀，我猜到了。踢个鸡啊，不要着急、啊。没过来呀、啊，有绑吗？我记得没绑吧。局座有个老人头。另一个场。闭眼半扑枯魔很难不选瘟疫吧？
其实他们的队伍如果闭眼挖枯魔，需要面对最多的也是瘟疫。这只乌鸦飞回来了，这半区是有人的，可能会在柜子里啊。我们直接开波柜子，好吧？开盲盒。这里开局是有一个人的啊，不着急，找会没关系。反正锁机120秒，然后吐了也得凑一定的时间。这边在蹲锁机，这个半区找人估计不太现实，兄弟们。我其实想找到他们蹲在这个边的这个人，这里要被蹲一个锁机了。OK， 这边再附一个小手机。说实话，我就这样子一直吐，我就看能不能找到先动手修机的人。我就一直吐，一直来回吐，一直来回找就行了，看谁先憋不住嘛，对吧？因为我有这个那个啥呀，我可以让他们强行修机啊。真躲不下去吧，哥们。那个半区修了啊，这个半区还有一个 T， 其实有点纠结啊，我去那边控还是在这边控的区别，这里肯定是那个小黑妹。不要让小黑妹救，让他们那个半区的人来。这边没天灾了，这边虽然没天灾了，但是那边只能亮一台啊。有一个提前跑了，后面有一个好像出来了。他们想拖洪水啊，这不，两个人都走了。他们这个亮机是为了拖我洪水的。那如果我说我再喝一个呢？
二挂了啊，这人。节奏点已经出现了，然后中场跟山坡机没修，那台机不要了啊，直接回来控这边的电机，接着喝洪水，喝洪水守这个人，把他守死，这一波把这机子踹一脚。他们应该有统治情谊的，或者定心丸应该是会有一个位置的。这个人可能会在白房，到白房了。定住了啊，30秒钟。这里给压力，那边在修机，然后这边在回防，不要让托马斯救，让这个人死。中间的那台机要不了了，他们其实想那个啥呀，想留一丝，知道吧？他们在拖我洪水时间，他们不想亮那个机子，他们不敢亮这台机，因为他们知道这边只要有追逐。亮了之后，那边队友会吃洪水，有压力。白房有一个人，这边直接追这个托马斯，他这个机子不敢亮了，他只敢留一丝。他在等我把这个人击倒再亮那台机，你们知道吗？亮，他肯定会亮的。多浪费一点我这个洪水的时间吧。好，这里直接深追，白房在修这个位置，白房的人来救人，他想换，你看。因为他是欧勾位，但是这里得双倒。这里不追了，直接追他，双倒，然后这个人不是血祭品，直接爆这个人。他虽然有欧钩，但是我不爆他，我直接去找第三个人。这种强化的话，很可能是欧钩，直接不要爆他。他觉得我会爆他，他想老人头那个欧钩起来。但是我不抱他，我直接来找这个人，你没想到吧？嗯。你看他这下就没办法了，他这个人必须得动了。很尴尬，尬住了。这个人是老人头，这个人可能是老人头，我们直接打这个人。看他救还是不救啊？好，这里直接压位置，想救不让你救了。现在可能有同志情谊吗？
好，这时候直接回白房。这个人老人头的话，那个欧勾位其实都挺尴尬的，这不。直接硬追三圈吧，这地方没办法，真的。我跳。那这波呢？啊。然后接着去找那个人，这个人可能会起来的啊。好，那边机子没修，这边凑的，这人可能会起，但是我得必须也只能追他。好，在后面。你看他起的速度特别快。这波是摸起来的啊，这人绝对是老人头。嗯，看一下他们是不是欧勾位跟老人头的位置啊？不是老人头吗？